我等一下去参加一个约期，出发前先吃个果冻，不然太早了。现在才6:37，走吧，出发。我们先去集合点吧。一早的自强隧道里面没什么车子，我现在准备骑去剑南路站跟他们会合。然后我会在每一个顶点，就是剑南路的顶点、跟棕色的顶点、跟白石湖吊桥的顶点，要爬山坐山哎。对啊，突然间感觉好恐怖哦，好差力啊！我们在出发。出发出发，我们要先从剑南路出发，然后要到棕色山顶，最后到枫林桥。Go go！超多人的，居然有人用 U-Bike 骑剑南路，好屌！骑 U-Bike 真的太强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骑得上来？超猛！我们从剑南路下坡一大圈，已经回到芝山路，回到我家外花园。我应该可以直接往下绕吧，不用再往上骑吧，学长。要啊，其实往上骑一趟有点受不了哎。不会啊，你欠练啊。重点是我们前面那台 U bike 真的有点太猛了。真的。他这样给我用 U bike， 然后就这样骑上来，再骑下山。而且骑在我们前面。好可怕！骑太快了就拍不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。Go go go， 出发！我们现在已经骑来棕色路了，然后这里应该是要骑到底再折返下来，一开始是缓上，不知道接下来路会怎么样。继续 go go， 我刚被教练骗了，他叫我跟上一个，说什么是复健组，哇，这上坡。平均瓦数都250到300，啊，喘到不行啊，红爆掉了，跟不上，他们不见了，我已经是最轻的齿比，还踩得这么累，现在平均心跳都在170几，180，特别还有多远啊？棕色路有一种被骗的感觉。谢谢。我第一次骑就被骗来着，感谢跑友，他刚跟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弯了，终于快到了。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个弯了。这弯也太陡了吧，根本就还是一个大上坡，感觉又被骗第二次。你们怎么这么不喘？是吗？我喘到讲不出话，他在开玩笑。真的快到了吗？真的真的，就在前面公车那边。哦。我从一路骑出发就说，听到快到了，听到现在还没到，已经大概多过了3公里。耶！我刚被骗上光武什么200多瓦列车，直接爆掉，直接爆掉。260瓦，哎，我经过269，太累了。哇！大大大！哇，终于到了。太喘了哦，快软脚的感觉。1、2、3，一
已经到棕色顶了，我也不知道我骑了多久，再回去看一下数据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坡，接下来要往，好像说要右转，继续往枫林桥方向前进。好可怕哦，骑两座山，我脚已经发抖。现在总共骑了12公里而已，怎么那么短？真想要下坡就直接折返回家。加油！谢谢，加油！你们都好厉害，你最厉害，U bike 超猛的，太强了吧！竟然可以用 U bike 骑上来，刚才骑到棕色路，超级猛。到枫林桥了，枫林桥了，还有多远？还有多远？觉得累，大概剩下4公里，上坡到白石湖吊桥。对对对，啊，爬升呢？爬升大概400左右，4公里要爬400，对，等于全程都在往上。现在400不到啦，比棕色硬一点啊，比棕色短一点点，但是陡一点点。哇塞，对，我刚刚快受不了了，等一下上坡了。先补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我怕骑不赢他们。垃圾不要乱丢，收在洞口袋里。Oh shit！ 回家丢。出发 ！Go go go！比刚刚还恐怖哎，棕色，但是还好，终点到了。不要往那滚哦！1、2、3，骑完了，耶！哦，都没有人过来。所以就是我们的终点，可以来蹬，可以来蹬了。所以我们可以下滑了。你要吃完它就下去了。拜拜，耶，拜拜，耶，约骑成功，35公里，不多不少，不多不少，好少好少，太多了啦，有一点陡，太多了，爬升1000嘞，很远嘞，有吗？有1000吗？接近，今天大概总距离回到我家大概是35公里，然后路段就是上上下下，我们总共爬了三座山，而且今天沿路超级多跑者跟车友都在这边骑或练习跑步。超认真的，大家，好了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